在去年以一首《哦哦》来作为出道歌曲。虽然歌曲高难度的舞蹈以及演唱部分完美展现女孩们的实力，但歌曲特殊的风格导致没能在打歌节目上获得好成绩，也让想看到女孩们演唱安可舞台的粉丝感到非常遗憾。NMIXX 在美国 Showcase 巡演期间的安可舞台中，终于让粉丝们看到 OO 的安可舞台版，全员不仅气场全开，还大秀歌唱实力，超热血的氛围感染每个角落，直接嗨翻现场的观众。希望以后的每一次回归 NMIXX 都能表演安可舞台，让女孩们有更多机会来向观众展现实力吧。